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的频道你永远看不腻，各位。今天又是我们的陪玩系列。那今天这个陪玩系列呢，皇帝我啊，有别于以往的风格，我要当个屁孩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今天在陪玩上面下单，我们就是老大。那如果我今天付了钱，那我一直疯狂的耍屁，那这个陪玩师会怎么应对呢？那当然这一次也是没有业配的。那如果你想要我业配你们的陪玩平台，欢迎私讯底下资讯栏的这个信箱，皇帝我接到你们的陪玩资讯，我就会去业配你们的陪玩网站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用的是 Nice 陪玩，没有业配，各位不要下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挑一下。一样找小哥哥，我们就让他来跟我们单挑，我们就打爆他。小哥哥，你不过如此吗？我以为你多强这样。那当然这是娱乐效果啊，大家不要这样子去欺负人家哈。那接着我们就来找一下我们今天适合我们陪玩的对象。我们不能找太强，不能找太弱。首先皇帝，我刚刚看到这个 JUN 璀璨陪玩，我们来听一下。OK，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JUN 璀璨陪玩的声音。对决代打陪打单。历史璀璨传说 ，man 打野位的，但五路皆可补。是工作室打手兼陪玩，想上分想教学都欢迎找我，保证厨艺一波大的，让对手下课谢。最后竟然学小林 ，OK OK， 代打是吧？那皇帝我对这个就感兴趣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来看一下这个人有多厉害，聊一聊在吗？那因为陪玩师不是平常都在线上，所以我们就乱枪打鸟。这是我们找的第一位，我想要找你，讲话够屁吧，够高傲吧？来，我们找下一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会什么时候回复我们讯息？他是显示在线上啦，也许他这样就没回我们了。我们先看这个别人，好吧，先看别人。这个人看起来很搞笑哦。嗨，我是行，五路皆可补，没有很强，开心玩就好。好，没有很强，我就没兴趣。好，我们继续找一下思念 SS 实力陪玩。哇、哦，死给哦！天才轰宝常驻 SS 来听一下。Hello， 快点来找我玩游戏吧，把你的不开心跟今天的小情绪。在这边画上一个句号。Hello， 快来找我玩游戏吧。前一阵子我身体不是排位最高，目前只能打星耀场吗？没关系，好吧，我们的第一个这个 JUN 璀璨陪玩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啊。有特别想要挑哪一支吗？不用，不用特别，我觉得你可以听到我声音比较重要。好，没问题啊，你竟然都没有自信，那就是你最强的。OK， 那我们就拿各自最强的，是吧？好，来吧。他现在是听不到声音的，各位，我可以听到他声音，他听不到声音。是第一次收到单挑的，单挑的邀请，我就知道打爆你。我还真的不知道单挑要玩什么，随便啦。来，我给各位看一下 DC， 我跟他聊天到简单的、哦，给大家看一下 DC， 我跟他聊天内容，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聊什么。然后可以给你一个满满的游戏体验。如果今天是在经典五五的话，我是有自信，我可以表现得很好。要确定，就是如果是我们是打同一个位置的话，要确定、欸，我是有自信，要确定、欸，哎，打得不错啦。打五的话，确定啦、啊，哪里不确定？我跟你讲，我会把他刀锋打爆，我真的会把他刀锋打爆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才刚开始。太凶了，太凶了！哇塞，是有点尴尬，有点秀。哇 ，OK。哇，跟我猜的不一样。我刚原本猜你可能会。先咚我，结果你早在我一拍前，你等我清醒完才咚，这是真的是有点衰，我看出来你的操作了。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我预判了你，没错，这是真的，你预判了我的预判，对，这是我的感觉啦，要结束了，一波带走，打得好，真的心服口服啊，真的咚得不错，谢谢，不用再下单了。没有，我们是三战两胜，你别想跑。JUN 璀璨代打，你别想跑，我们是三战两胜。我们三战两胜，大家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哪知道我们单挑王道？喂，你来躲下线啦！玩杀家哎，这么顺的吗？而且还带斩杀，很凶很凶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这个斩杀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只能说你的那个当下的那种判断是非常的好了，这是真的。我是神之子，我是神之子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感受到了。当屁孩好爽哦，难怪那么多屁孩。我直接杀烂他，挡不住下家的伤害耶，是有点尴尬。我这只真的是都有在单挑哎。那timing都抓得很好。我这次第一次玩，第一次玩就会飞，当这么厉害。洛伦，
玩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不可能赢我啊，璀璨带打，压着打，玩反而还输是吧？哼，没关系，不过他不习惯单挑啦，我不是要嘴炮，都有在做游戏效果而已。我等一下就要给我这个评分好不好？这经济差距已经太大了，欸、他已经没救了，再飞一波应该就死了。完了，厉害哦！你有看我刚刚的血量吗？要不是你失误啊，我早就被喷烂了。你那个起飞就我就再见了，真的没有骗你。各位各位，我的塔不保了，塔不保了，太扯了。引财好，你要这样子好，兄弟，你给我记住，今天很呛血吧？你觉得实力在屋里面排位会落在哪里？你觉得我的实力在屋里面排位大概落在哪里？如果以刚刚那个小青松，我至少我觉得你至少可以打到打到20排不是问题啊。打到璀璨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看角色阵，毕竟凯撒路的角色，你说真的，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比较蛮惨的，是什么斯科德是塔拉这种，或者是很会滑的佛尔，真的很会滑的哦，可以把 counter pick 这个打掉那种，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。但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以你的判断跟理解，要打到 S 排不是问题。哇，各位，我要抱持着他妈男人的尊严。把我玩什么？三把都玩不一样，好吧？好好，他都玩不一样。我来想一下，我玩谁？他应该是开小要跟我打，管你的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一定要打爆你。我哪个角色可以把他玩烂？好，那就只阿杜恩了，就是你了，杜哥。不知道玩他肯定想不到玩谁。我已经没角色，我刚刚有没有想说还是我也来玩沙加？结果发现我没有沙加。哦，我是知道阿杜恩确实蛮强的，在打单挑里面，单挑里面好像最强就是佛罗伦跟阿杜恩吧？我记得好像六排，我看到哦，确实有厉害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会看啊，哦，都会看，都会看，都会看，还看我单挑哎、欸，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实况组我都会看啊，哇。像海，你刚刚说的海牛嘛，然后我平常会看小林啊、0322啊这种一定都要看的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大四，24岁。哦，他24岁，24岁看皇帝的影片，认真呢。哦哇哇哇！抓到。敢差一点、哦、高手过招，差一点到吗？高手过招，我刚刚，哎、欸，刚刚玩很好玩的，各位，到底我跟璀璨代打谁会赢呢？哦，虽然刷不上的单挑，但这是对线啊，各位，对线技巧，各位，他跟我平分秋色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我也是璀璨，懂吗？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哎呦！懂消耗哦，他都把我拉到塔下去消耗。扭得好哎、欸，确实扭得好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现在打的是没有压力啊。我跟你讲，他打不赢我的。哼，论实力。哥才是单挑的顶尖 TOP 王者啊！你死定了！哦哦，我跟你讲，他打不赢我的。各位，下一件装王者之剑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一节走，回乙飞。哦，有了吗？没有。这塔真的是要被磨到没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强卡一波，真的揍不赢你啊！我超猛啦！我那一拳一拳下去哦，真的是没救了。我其实 OK， 那就感谢你的下单啦！真是尽我能力，我当然才100，我刚好看，没想到能赢你。但是你要打到前没问题。我说，那你觉得我单体实力不错吧 ？Enter。那你觉得我单体实力不错吧？实力很不错啊，可以啊。尤其你刚刚那个大家，只是差在你是15啦，那我看得出来。我跟皇帝小金谁比较强？那你也不熟，我直接问他，好啊。我跟皇帝小金谁比较强？如果以这个判断的话，我觉得是你。皇帝很多都蛮在做效果，帮我按个完成订单，然后可以的话给我个5星好评之类的。然后如果有什么觉得不错的地方，或者是想要让别人看到哦，就是。
是可能我很会讲或者是什么的，你可以帮我打在那个评论上面，对，我也超级感谢的。那就完成订单啦，那就有机会再跟你一起玩。那我这边的话就给他一个礼物吧。我觉得你的小心真的是很有料，感谢完成订单，拜拜。他很可爱，他自己超多话可以一直讲，他很谦虚啊，我喜欢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也许哪天他就会出现在我的频道，变成固定观众、固定班底。如果各位喜欢今天的这个陪玩影片，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这次陪玩很精彩，我屌打璀璨带打的玩家，屌打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陪玩系列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叮一叮，也别忘记追踪 IG 帮我放在画面上，谢谢我的剪辑师。谢谢你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